开箱看看来，好久不见是不是？有没有忘记我叫做什么？央商同开牌，开公开。超有诚意的用泰文打招呼，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曼谷站不仅是首位在泰国国家体育场开唱的华语歌手，全场六万人的场地更是座无虚席，壮观的场面也见证天王的超人气。泰国的朋友都会听中文的歌吗？所以呢，我也学了一些泰文来感谢你。麦上干了来，好久不见是不是？有没有忘记我叫做什么？央山同开牌，是不是这样说？对吧？对吧？对吧？卡公卡。这句最标准吗？这句是不是最标准？里面有泰国的朋友是听我的歌学中文的，有没有？我怕你们会学得不好。走下台和歌迷近距离互动，一连三天的演唱会，周杰伦要让泰国的粉丝们感受到天王的魅力。完全乐见闻报道。